一家一个人，你讲免啊，伊就成，变成之前伊舒服啊，无你讲，不免啊，伊就成。总无去体解着讲，今仔弥勒三摩天大丹真正成就，唔敢来弯里头伊就成，就是没有无缘的人，人家会当成就佛道。因为毕竟，这个是你要成就弥勒三摩天大丹，赶快你要去成就你一路行，会安那会正法正知正见。啊，那无你就弯你的这种环境啊，熟悉了。啊，所以如果你若今仔你的心若无一路生，你今仔你完全这个环境，你无法到达心中，嘛无法到达安那，最后嘛未当互你心情不倒啦。啊，你安那，我就讲你要行啊，啊，要安那行，最后你要。有人甲你安那，人讲心机心静，啊，有法达到正果啊，啊，无要走对，毋是你家你喊话哦，啊，你安怎安怎，啊，人家喊话大家骂，话去东西家己哦，做事东西家己哦，你惊无，对吧？哦，所以这点伊就讲一切皆当心静不得。这句话，一共是心微妙，清净第一，比诸世间贵如英雄。所以啊，如果真爱一路心一微妙，就是是清净第一。有呀，我有当时看到我话经，有当时可能教导佛，可能教导者，有当时啊。熟悉啦，今天买了五金叫做清净地，真正讲你若无达到到道法自然，你袂清净啦。赶快弥勒三摩天大丹，赶快啦！一切哪个道法自然嘛？啊，那无你无清净，你敢哦？等下哦，阮就讲哦，聪明道定，等下相处起来哇，等下要离开啊！哦啊，等下啊，因为伊无要到达伊有心嘛，当然伊就爱，既然阮离到这个伊有心的环境嘛，啊，这是不是这真正常？啊，所以你今天若知影，你决定清净第一，你去障碍一切，都我自然嘛。啊，首先，咱今天观音讲，弥勒三摩天大丹，天下众生也不贪不痴啊，这嘛安尼，这嘛安尼。啊，首先，我的过去，我有当时啊。受到一切的因缘的，我讲，那无我家己来拜就好啊，嘛无要紧，哦，拢全部我的，清净就好啊。所有的无明的众生，阿个人个啊，安怎安怎，你无去，真正去了解到什么叫做唯一回向，这句话啦。安尼你自然的达到一切清净如来嘛。哎呀，所以讲，一出世间贵如英雄啊！啊无，今仔没显示的威武仙，本来可以马需要修得一切一切来给咱啦，威博。啊，作为威博就可能成长嘛。那我是一个。
啊，我有当先讲有，啊，我的脚底都互尖，地价都含价咯，都无多通食，但是嘛爱食，因为咱唔是为着自己，因无福气，真个完全就是不如何行事的唯一佛性，一丈含啊包容所有。一切无论宗教嘛好，无论众生富贵贫贱嘛好，无论众生的老幼嘛好，那就是唯一佛性。安那，一宗旨，该也定定啊。所以讲佛说也好，一切众生所应称赞。重用礼拜，对吧？迄阵两千多年前你看，好，伊所讲的，大家拢非常喜悦、赞叹，甚至一切众生拢赞叹。所以来你看，大家拢去重用礼拜。啊，今嘛无多时节咧，哎呦，庙啊三更又来拜拜咧，啊，庙啊地价再落啊，钱嘛未着，我唔爱去拜啊，甚至为三更菜又拿起来，哎呦，看见咧，我阮后生快考着大学咧，我最后。啥含大下都考未着，哎，种我无去拜。变成大家拢感觉讲啊，神仙就成拢欠你啦。三只右脚下都要安啦，人讲啊要拜平安，啊要真趁钱，啊要互阮囝考着大下，啊要互阮囝做兵会平安。哦，阿妹哦，我见我也当是安那，我今新婚，啊，甚至我今传宗接代呢，无所不及哇！啊，首先，你俩干爸无干娘，你看伊要来转我礼拜无？首先，咱俩天台都有活生生的见证啊！嗯，我讲别说咱没有做事拢欠你，要求啥都互你有啥？到底你是用偌济做偌济？你干本身应该入了多，还过很钱，你还过无去了嘞？要过要求啥？所以人生的众生就是安尼啊，真正啊，哦，所以这点就是讲，真真正正的虽然两千多年后要三千年，但凡咱过去分，伊作为，所有众生拢赞叹称赞，甚至拢重用礼拜，我讲这阵呢。卖甲你吐槽，卖甲你诽谤就做好啊啦！为着伊个人宗教的安那的下世吧。所以讲，无量一切诸业解脱，三界有地位、智慧、因缘。所以你要看，你今仔有达到，你今仔真到最后，唯一佛性。算一佛像，业障真真正分数向大，一障有这个环境，何里成就佛道？最后呢，真真正正你无量一切诸业解脱，甚至你上定的地位进佛的阿那正法。定如是心，念诸诸定，日日啊，结束常得如是。所以，如果拿一张达到甲一如心，
上家祖祖你的爱接受是在弯路是在云雨之关，所以诸菩萨用心文章心处不行的记录的这样一家应该就印证我说的绝对没问题，你看这句所以诸菩萨跟心文章是这个对啊，万如今天那弥勒山和天大刚属性啊，你真的用菩萨的心地形速度一样啊，难怪一个受过的，但是毛心文章啊，但是他一定得了这个波形，是不是最后地基得的，所以今天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技术菩萨，你若自动做合无妨，你都会当来弥勒山和天大啊，这做的属性啊，你就是需要爱，或者说需要一个心的正知正见跟正法呢。你像我这人亲近的这个道场呢，伊问嘛讲，是至道场呢？道场咧啥？你会笑用大嘛？无要啥？哎，我干嘛讲诶？我讲教导，我讲啊，难得难得。所以，依诸菩萨及声闻众。心处不行的制度的你要看这难能可贵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在我的世界我是为什么留在那里这样，那没叫我来去合天，那没叫我来去合天大道义，首先让难怪人家好出流和逼流啊！啊，今嘛为什么叫我爱去决定爱？根本就无法去。干那单单我只只看到伊讲这句，我也感觉非常安慰。伊讲依诸菩萨，我相信只只普通大位，这种菩萨啦、啊。拢我诶菩萨啦，毋是死了在那做菩萨啦，真正拢一尊菩萨见心闻讲对，念心闻讲忙哇，心处不行，因为伊心，因为伊正业的即种唯一佛性诶安那发布啊，所以会当得智道的。一旦在道场当中一直有修行化，你要看，所以认识这点的基督菩萨啊，真正好天之音，大家互相共同勉励，但是真正希望无论在家甚至出家拢好，事实希望会当心静到心处不行，依然就是啥算一无行，最后虽然是在家但愿都会当因素的回修用多，毕竟最后相信因缘故教嘛是会当让我成就得到。弥勒山和天大道院，于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共修拜忏祈福消灾法会，虔诚恭诵88佛经藏，敬邀各位菩萨大德历次参拜礼佛，同沾法印，增福增慧。地址在高雄市旗山区上和善10号，详情请洽07-666-3961，666-3961，明慧法师。07-23-1825